消费的很多，我说有啦有啦有，实际上面小高今天我们来到哪里？嘉义熊爱家。爱家，我们现在呢真的疯狂夹娃娃机。今天我们来台一，听说里面的东西都叠很高。对，叠很高哦，而且还有外面没有的六角盒。对，只有他们独家，而且很多很特别实惠，我觉得包装也很漂亮。对，还有他们更特别是有跟美食店家合作。看到很特别的，就是夹了之后呢，是可以换美食的。但是你夹到的话，你就可以去店家换一个红豆的。我看到他们叠的真的非常的高，是我看过的夹娃娃机里面叠最高，真的是可以。我们希望今天可以录的，但我们可以排山倒海的，对，用夹子直接把它推下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想要夹牛舌饼回家拿。刚刚十块钱就可以了。好，往下。走了，说真的，我们是花了30块左右。对呀，超划算的，30块一瓶哎。我们继续喽。哎，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哦。那里面虽然是一个一个杯子，其实它夹起来之后呢，可以换小老板甜品，像是奶酪啊、红豆汤啊、紫米汤圆、豆花哎，通通都可以，都可以一起说跟他店家做兑换哦。哦，差点都凉得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你可以喝茶了，花20块，阿里山高山茶，花费很多。有啦有啦有。耶！对，哇！有了。啊！我花20块耶。要跟就完蛋，推他下去啊！跟你们说，如果有少看到店员在整理的时候，都是最好夹的。对，所以呢，赶快跟着店员的脚步，他在补货，你就赶快跟在屁股后面夹。哎，我发现啊，他们补货补的都很勤哎，就是店员都每一台机器都会注意哪一台啊，东西可能变少，就会把它补满。走啦！1000块收获很丰富哎，真的是大丰收哎，对，感觉真的有超过1000块的价值，重点是有的吃又有的玩。而且啊，重点是这里很厉害的是啊，如果你只要买70样啊，你都可以换一个这个雪宝哎，正版的夜灯哦，夜灯收纳箱，有没有看起来很高级？就是你可以插电，然后呢，这里是可以当个小夜灯哎，我觉得非常的可爱。记得来，熊爱家。